想看看情况要不要学 W， 毕竟我这狼并不多，要是狼不够来来一次 W 倒是不行，学两个就很难了。当心炸药桶，我操，吓我一跳，要真挖出来我两百。这波我看一下这个砍倒，砍倒打了70点伤，一直玩一个英雄会无聊吧，也不全是，看情况，如果能打一些翻盘局的话玩得爽，不会就感觉无聊，反而感觉很爽。哎呦，伤害躲没溜，缓慢的失误了，差点不该，我少 A 了一下被子。还没见过血吧？血腥。砍倒好险，前期挺好用的，前期都可以加30点伤害，就 Q 他一下加30点伤害，还可以。因为我点了那个砍倒，所以我就不带那个生命成长，我就直接点护甲，点抗性。如果你不点砍倒的话，个人来说还是点个生命成长比较赚。我个人感觉生命成长大于一个小抗性，主要还是看打什么英雄。打手残的话带抗性最好，打战士的话可以选择不带抗性。打个背，先给他一刀。我的闪现好像比他快，因为我点了星剑，没错，是星剑。点星剑的话，我的闪现比他快，比他快46秒。他不猥琐，他要跟我抢桶子，他抢不到就死，抢到了也就10块钱，他抢到我就不打呀，对吧？他这波好像有机会，这波不要在那打弹子。要是吃他的伤害加砍小兵的话，打出去的怒劈我还真的会死。等到后面，等他出来，我白桶子慢慢耗他，他顶不住的。两个被动伤也够了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又失去灵。一路他肯定要交闪。100块钱，这个可以偷钱的。触发贪欲，直接偷100。顺便守一波中路，死亡之女加贪欲直接打1000滴血，这样就可以偷100块钱。平 A 炸，平 A 炸要再白桶子，平 A 桶子再丢一个桶子直接 Q， 他要没闪的话是必死。提亚马特正直的小兵给不给银蛇币？你用 Q 去触发的提亚马特正直就给，用平 A 触发的就不给。我多等一个桶，我需要2波二连桶。他走回来，我都杀不了了。
更多火药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书，烧吧。我没问一会儿，我就先把龙拿了。哎，走，走，没有技能的，没有个眼线在外面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更多火药。突然打我吗？妈的！操！老子有位移侦察一刀给你剁了，我碰不到他，他有共同 buff。不过小龙是我们的，可以。手枪还是弯刀，我都无所谓。又一个。抽你一把。你也不怕死的。他的辅助怎么敢走我脸上的呀？我操！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帮塔团打大龙拿的，给队友搞点钱。我真他妈怀疑我队友全部钱加起来经济都没我，应该有我。都别活了，门也别出了，我去打控制，你们快点发育，我们打后期，我去把他们控制，打后期，你们发育就行。哎，这个东西有点续航，还是挺多的，这个诺手肯定大不了。没暴击都死了。我的发碰他 Q。没暴击。暴击可以炸两千。再触发几次参与的伤害的话。我筒子不够了。我就是啊，还好我往后面走了，我操！又一个，我要一路干掉你，不要紧，我撤。再跑一个。Thank you.